没想到蛇颈龙会自己不小心卡住，真是太好了。哦，咖喱，现在我们取基因可真是易如反掌啊。咖喱，你看这蛇颈龙威风扫地，再也神气不起来了。菲菲哥，还是小心点为好。啊，哈哈哈！哎呀，怕什么？瞧我的！哎，看这家伙动都动不了了。咖喱，你也过来嘛！啊，快过来！哎呀，女孩子就是胆小，过来，别怕。哦，可是菲菲哥，他好小。什么？啊！哎呀！啊，菲菲哥！哎呦！哎呀！哎呀！菲菲哥！我来了！吓死我了，幸好跑得快。没想到这蛇颈龙困住了还有那么厉害呀。菲菲哥，那怎么接近它呢？你快想想办法啊。让我来查一查资料吧。咖喱，你看资料已经查到了。快说给我听听。好，你可要听好了。咖喱，原来蛇颈龙生活在大约2亿年前的侏罗纪时期，它的一生都在水中度过，擅长游泳。蛇颈龙看上去就像头肥硕的海豚。蛇颈龙长着长长的脖子和像蛇一样的头，身体肥胖圆圆的，在史前的海水中遨游。它的头很小，所以它的大脑不可能很大，这说明蛇颈龙很可能不十分聪明。不过它的眼窝很大，这表明它的视力很好，能很容易地觉察出向自己靠近的敌人，以及发现视力范围内自己喜欢吃的鱼。咖喱，那我们现在就绕到蛇颈龙后面它看不到的地方下手吧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好的，快走吧。我们已经到了。太好了，恐龙没有发现我们。那咱们快抓紧时间。OK， 取到了。菲菲哥，你真行，快走吧。
哎呀！都怪小龙来捣乱，把我们辛辛苦苦弄来的鸡都给弄丢了。看来我们要再冒一次险了。咖喱，我去引开小龙，你在这里见机行事，再取一次。来呀，小家伙，快过来！看我们来比一比谁厉害！快过来！你不要生气，你生气的样子好怪的。你是不是没胆量过来呀？居然不上当，看我的！哎呀！哎。